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来开这一台最新的点券车——真我战神 GT， 是一台手机的合作车。你可以看到前面有大大的 Realme， 但本次影片没有工商。那这边看一下它的特性呢，是每四次使用氮气的时候，七秒内基础最高速加五，然后每秒自动集气4%。这个点券车的特性看起来没有很特别，但看一下它的性能怎么样。它是星座祈愿抽的，那么我们就先买9。个星座大师上线啦！叮，来了40天。啊，这个是真我战神 GT 的啊，中嘞，40天生肖。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就直接来改装它。抽出来没钱，主播最近过得不是特别好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每天都吃50块的便当在过活啊。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把钱留下来买这个科技点，开这个更多的车给大家看啊！但没有钱抽皮肤跟永久啊！好，主播把改满呢，这是一个史莱姆燃料，改一个右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真我 GT 战神，双喷是243.3，然后 WCW 292.2 ，CWW 308.7。WCWW 312.8，哇，这速度蛮慢的，但小分时间还不错啊。小分时间好像有0.68、0.69、0.67，好像又没有不错嘞，0.68吧，我猜。来看一下我们猜对。然后特性触发之后会有自动集气，然后看一下它的转向，它转向好像蛮好的，就是一台不到转向车的一个程度，但是比所有正常的车都好。看一下这个车跑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是，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我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这车是不是没有那个免费车厉害？感谢你的续弟，斯巴拉系7个月，我也爱你，啾咪。他的这个，没点到漂移，尴尬。他这个速度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够，啊，断触了。iPad 的3点断触老问题，左双要弹射会爆炸。但跑起来手感很不错吧，只能这样讲。就是一台手感不错的车，但速度呢就别要求太多。毕竟现在在路虎呢，除了机甲，所有车呢都是平等的，一枝独秀，还不错吧？我觉得还行啊。评价，我觉得还行啊。怎么用手机玩？手机画面太小了，玩起来有点累。啊，开实况开久了还是平板舒服，虽然平板有问题。和夜影星爵哪台好？是跟夜影星爵比起来的话，各有好处吧。因为那台有漂移灵敏度增加嘛，所以过弯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。啊，这台的话是比较平均。短空飘。卡气，这台的不知道哪里怪怪的有问题，
具。就是好像弹机长度少了一点。有变延续。哎呀，尴尬，没了。啊！喷水衰了我的画面。好像不太行呢、欸。是我不太行吗？哪里怪怪的、啊？极地冰阵，极地冰阵配个女娲吧。血焰呢？哎，对耶，我有血焰。主播晚上好，好好波浪号，波浪号。我收回他转向好那句话，他转向没有很好，转向好是因为他的车速比较慢，所以才会觉得他转向比较好。哇，脱了，尴尬。后面那个不会拿 ECU 逼我吧？我们扣个 ECU， 先扣一个。这个车弹器长度真的很短。ECU 有没有？这 ECU 用得很好，拿来补救失去的速度。好、哦，这图，这是我们换个雀焰女王吧。但好像可以用那个、欸，好像可以用小黑。但我觉得这图雀焰女王比较香一点，因为我们前面需要气量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起步没别怕，你看我这自动加气，真香、啊。喂、欸，延续，超主播最近才刚练这个图啊。图我擅长的。脱了，尴尬，小问题。哇，又脱了啊，跟教学跑法一模一样。不行了，这里续不到了。这个车的氮气好短啊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氮气这么短。来了，看一下这台 GT 战神。卡气，卡气，来了各位，这场怒超机甲，还想嗨？
二三四五九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，WCWW 别怕别怕。哎呀！干嘛了？这车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让我觉得很好开耶。这个车拜托千万别抽。不是啊，他为什么这车为什么联名的车为什么这么烂啊？